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熊文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好，我们来继续优神换新路啦。啊，夏侯公子啊，好久不见，难得你会专程来我这一趟，莫非啊你们已经找到了神镜啊？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老板你要的那面神镜，但当事人跟我证明过，这确实是朱冠神镜没错。啊，太好啦，快让我瞧瞧。老板，这神镜就请过目。这资料这雕工均非俗，看来我听到的应该没错。不过这刚才的深蓝蓝光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因为，老板你有所不知，这边神镜里现在却封着一个女鬼，是以会有点冷。风姐姐，女鬼怎么会这样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这边神镜名闻足患，里面乃是另有天地，那女鬼误入此境之后便出之不得，我们只好这样拿给老板你了。不，谢妙相，这宝镜摸来冰冷一场，必定藏有异物没错，闹鬼的东西便在神域我也不要，这还是给你们好了。这可不成，我们为了和老板交换那盗墓贼的消息，这才花了好大的心力弄回来，老板你可不能耍赖哦。算了，我告诉你们那家伙的消息就是，这边的神镜就拜托你们拿回去吧。一定，这是老板的一番好意，你就把神镜收起来吧。我知道了。哎，算我倒霉吧，你们要找那家伙叫做呼延虫，是个嗜酒如命的盗墓贼，我们保护卫道的本领倒是一等一。他就住在沙洲城西方南边一处被盗空的古墓里面，从城郊的莫高窟往西直走便可以看到，你们找到他的时候可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。那就好，你们去吧，有事再来找我便是。好，莫高窟左边这个吗？这还真的是这么荒凉的地方当真有住人，不过前面的确有个石裂路口没错，就先下去看看吧。哇，没想到这里面竟然别有洞天。由此地的格局看来，以前这里应该是座古墓没错，选择这么特别的地方当自己住所，的确很像盗宝贼的品味。小子，这可是私人住所，你们怎么可以随便闯进来？先生息怒，这才并无恶意，只是来找一名名叫呼延虫的盗宝贼而已。莫非阁下是呼延先生吗？你们怎么知道老子的名字？又怎么找到这里的？知道老子住在这里的没几个啊！太好了，呼延先生，我们总算找到你了。我们来此绝无恶意，只是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。少来，我最近已经够搞没了，导致现在只想喝酒睡觉，你们少来烦老子。出去。倒霉，呼延先生，你所说的莫非是你身上的伤？是啊，简直活见鬼，不，比见鬼还糟。真不知道那些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东西从哪里来的。老子在这里倒混了这么久，从没见过这世上有这种东西。呼延先生，你是为妖魔所伤的吗？妖魔，你这样称呼称呼也行，老子可搞不懂那些玩意是什么。怎么，你们根本会对那些有兴趣吧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之前一直在追查的事情，好像都和这些妖魔有莫大关联。如果先生你方便的话，可能告诉我们是在哪里遇上妖魔的。这怎么成？那个是老子的独门生意的地方，但是告诉你们，老子就不要混了。当初老子都花了好大一番功夫，才能找到那个地方的。霍远先生，那我猜猜看，莫非你卖给甘州古董铺的楼兰遗物都是从那里来的？哼，你猜的没错，小子，看你知道的事情不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霍远先生，请你尽管放心，我们和你不同行，绝对不是要抢你的生意，只是想弄清楚这些事的来龙去脉而已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我们或许还能帮你除掉盘踞在那里的妖魔，不知先生以为如何？好吧，反正你们都这么说了，老子就爽快告诉你们吧。你们知道沙洲城郊的莫高窟千佛洞吧？啊，
那里乃是沙洲的第一名所，我们自然知道。在大佛塔右上角的佛窟里，有道密门通往后面的藏经密室。藏经室墙上裂了一个大洞，后面有个像天花飞来似的奇怪房间，里面的东西和前面的藏经室半点都不相称。我们的罗兰遗物都是一点一点从里面拿出来的。天外飞来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，霍岩先生。那佛库里的密门却要如何开启？先推到正门的触头佛像，等到开一声之后，再继续推到左手处的三尊佛像，密门自然会打开。至于次序嘛，上次老师上回给妖魔吓一大跳后问了大半，总之你们自己试试看吧。多谢火影先生，我们这就去试试看。此事无妨，你可不可以被妖魔吃了、啊、你们自己留心吧。 OK， 好，我们去再回去莫高窟。好，我们再到莫高窟里面的，好，先启动入口处的佛像。火影先生所说的正门处的佛像应该就是这一尊的。OK， 咔一声了，再依序启动左侧三尊佛像的中上下上下，又失败了。等等，在发出沉重机关声的同时，在角落处好像传出什么声音，去看看吧。所以成功了。这沿路都是壁画的幽暗通道室，莫非这也是传说中提到了先代真女为避兵祸而建造的藏经密所吗？虽然这里曾是佛教的庄严圣地，不过霍岩先生好像是在这里遇上妖魔的，从这以后我可以多加小心才行。哇，这里好多卷轴哦，想必这里就是藏经石窟了，佛窟后面竟然如此洞天，真令人想不到。莫高窟的经营始于五代，期间周朝更替，动荡不安。由于沙洲的佛教发展极为鼎盛，僧人为防此地累代收集的珍贵经典毁于冰灾，是以用心良苦的在佛窟后另辟密室，寄存封藏。照这样看来，在这千佛洞里，像这样的密室说不定还不止一处呢。光是这密窟里的满是经典就已经很不了得了，要是我老师葛梅尔也能来到这里的话，他一定会大开眼界。只可惜我对佛教经典没什么兴趣，这里大概找不到我用得到的东西了。霍远说的墙上的大洞就在那后面，咱们就过去看看吧。那后面透着幽寂的气息，这么厚的墙壁能打出个洞来，墙壁不是寻常人力所为。碧婷姑娘说后面有幽寂的气息，莫非这又是什么奇怪金属断片的缘故？这也无不可能。总而言之，进去瞧瞧就知道了。咱们走吧。五份灵泉甘露，还有什么？烈法符。啊，才一个，功力写很多个呢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啊，有的，这边还有个乐人加金子吗？这支线任务用的吗？这个乐吗？还有烈法符啊，还有一个。这些东西真的是有够难找的，上九立法符不重要了，没有了、哦、哎呦，这么难用哦，我对不到，不是，我要给和尚啊，不是，我对不到，有了，在这里，靠腰嘞，敌人。
哦，血髓剑，哎，我拿到血髓剑了。那个拓哥还在吗？拓哥，拓哥，你是不是走了？拓哥，血髓剑可以一直吸血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来试试看，我们看。哎，很难，很难拿哎。有了，啊，拿到了，气死我了！啊啊啊！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里有一块金属断片，这就是出没于此地的妖魔之源吧？总而言之，先取完它再说。果然有。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吸血啊！哎，可以哦，吸蛮多了，两百滴。拓哥漂移了，他看到我合成这样，他看不下去了。哎，这个敌人是不是有点强？是要用个法术？放法术就赢了。嗯，这是第四片金属断片的。这些金属碎片到底隐藏什么秘密？或许等我找到所有的碎片之后，这一切就会揭晓了吧。诶，这黑蓝色的幽火竟然还存在！因为我只要拿走金属断片，它就立刻跟着消失啊。这道幽岩和以往的不同，这并不是碎片所蕴放的逆缘之气，在这幽岩之中。是明幽双玉的界隙，连接着它和另一道不知位在何方的幽岩。宾礼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走进这黑岩之中，便会去到另一个地方吗？嗯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说不定那会是很熟悉的地方。那和我一起去吧，宾礼。虽然我已不再畏惧面对未知的过去，但在宿命向我们揭晓一切的刹那，我还是希望能有你在我身边。嗯，或许我一直在等。就是这一刻呢，我也希望如此。我们走吧。嗯。OK。这边应该没宝物了，攻略没写，就代表应该是没有。好奇怪的感觉，这房间不论内构或家具摆设，都和幽侯所在的房间十分类似。他们原本或许是在同一处的。但我却觉得，在刚才那一瞬间，飞越了很遥远的距离。我敢说，这里绝对不在莫高窟附近。那么，这里又会是哪里呢？不管那么多了，先试试看他一下再说吧。或许很快就能找到答案了。哎，有宝物，不是宝物，是开关。左上方的墙和左手开关。好像不远处，好，然后嘞，啊，这边有宝物，哎，真的有，哎，攻略没有写到，可恶，所以还是要搜索一下，我是不是该回去再搜索一次？虽然我觉得这些道具没什么屁用，再进黑市，然后成为佛窟 ，OK。好，就这样，走吧。然后我们就直接回去了。然后我们再回到干陀寺 ，OK， 给那个大师可以拿到一个。我不是说我啦，我说慧信大师哦，不是我，会拿到神岩金灯。然后得到神岩金灯，我就可以和另外一个东西了。Go go！好，慧心大师，这可是你要找的乐家经啊！正是这本乐家经，施主啊，你在哪里找到这个了？它被收藏在千佛洞里的一处藏经洞窟之中。我想，与其让它尘封
尘封洞中，不如交给大师弘扬于天下，所以就把他带回来了。阿弥陀佛，饶那得施主此助，总算可以回中土穿经受道，真是功德无量。施主此德，老衲无以回报，这个神眼金丹就当作谢礼吧。慧心大师，晚辈不过略尽为力，只能收下你这等大礼。施主，这神眼金丹能以神火烧尽秽恶，更能以无量法光照亮至一暗幽渊，奇效虽然神异，然与老衲并无大用，但若送给施主一行，岂会却能恰得其所？不知施主意为如何？既然大师有这番好意，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施主前途险阻，所负非轻，还请多自珍重。多谢大师关照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到脚下之窟，然后放下第四个金属断片。地方不就是我家的地窖吗？糟了，我得立刻回去看看。好，那高老丈，我回来了，我进不去你房间了。不。地窖。没想到这进来会出现到我家，还有他带来的怪物，身为他的身上的居民，趁现在把这件事给解决掉吧。哦，这个怪物怎么强，血那么厚。还血蛮厚的。好，解决。这已经是第五块碎片了，不知道下一块会在哪里。好，再回去叫他之窟。好，第六个。好眼熟的地方，这里是盘烧堡最顶层的大厅，通常都会妖魔伴随着金属碎片和蓝色幽火出现。我们得回那里一趟才行。好，哦，好像在这边就遇到剧情了。哎，好像从门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这不是夏侯公子吗？好天啊，这样有救了！夏侯公子啊，刚刚堡内出了大事，你怎么凑巧在此前时来？是这样的，我以天机灵感得知大殿似乎发生一些凶祟之事，因此赶来此地，看能不能帮上一些忙。啊，小公子是料事如神，就在不久之前，大殿忽然传出怪声，其实长安的地球发现大殿忽然没来由出现一道蓝色萤火，还有七块金属断片在火里悬空飘动，有个胆大的弟兄伸手去摸，立即从火冒出怪物所袭，果然是疑鬼碎片没错。现在那里的情况如何？之后萤火就不断冒出怪物，弟兄们死伤惨重，副堡主带领一批弟兄血战片刻，用尽所有堡中存放的法宝，总算把怪物逼回大厅之中。副堡主把厅门牢牢锁住之后，吩咐弟兄们撤离此地避难，自己则守在大门门旁。我们俩是最后撤出的，其他都早已撤出了。这么说来，二太庙副堡主还守在门边，这金属断片也和我颇有关联，我就是上去帮你们解决此事吧。
真的吗？以夏侯公子的大人，这点小事想必是不成问题。副堡主的安危就拜托夏侯公子你了。我们尽力而为便是，未免受到堡内徘徊的漏王之余所伤，你们快离开这里吧。此事就有劳夏侯公子了。那你们要好。哎，不是，不是这里啊。太棒，真高兴看到你还平安无事。诶，是你们。我虽然不知道为何你挑这个时候来，不过我先告诉你们，这个大厅刚刚发生一种怪事，我们花了不少代价才把怪物尽数锁在里面。在这件事情得以解决之前，谁都不许从这里进出。这个我们当然知道，我们就是为此而来。如果副堡主你信过我们的话，不妨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处理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既然你们愿意帮忙，那再好不过。阿尔泰巴身为此地的副堡主，谨代堡主和堡中弟兄先向你们道声谢。不用客气，不用这么客气，事不宜迟，这就开门让我们进去吧。好的，我就打开门锁。来吧。果然是在这里，一如和影像中所见的一般。来吧，我说这个怪物好像变强了哦。试炼过，好弱、哦。仔细想想，这玩意会出现在此地，说不定和黄埔堡主争抢这门壁画有关。也罢，反正这已经不重要了。副堡主，那你就等了，我们已经顺利将那块金属片取走，怪物从此不会再出现，你可以放心的。真能的，夏侯公子，这回真是多谢你们。遗憾的是，堡主住上次出门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，有我这个粗人招待你们，只怕多有不周之处，就请你们多多包涵了。副堡主无需客气，如今此地异象已除，我们也就不去再继续叨扰。如果我们下次再来造访的话，就等黄埔堡主回访之后再说吧。既是如此，就送我们出去吧，请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不用自己走。OK， 好，好，我们又回到驾校之故啦。这哇，现在拿了好多碎片哦。这块碎片所在的位置又是个没见过触手，不过这圆筒状的房间很是特别，我好像哪里见过类似的地方。我想起来，这古墓的格局就和影像中所见的房间十分类似，莫非第七块碎片就在这里？真遗憾，火影前辈好像依然不在。咦，我好像看到左手有人影。啊，火影前辈。你总算回来了，为何你说瑟缩在那里？床边有床？咦，为何把床搬开了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想是霍先生你忽然心血来潮，想换个方向睡觉吗？霍你的大口鬼，老子可没这么雅兴，
小贼明知故问，是在消遣老子吗？等等，如果是你们的话，或许可以帮老子这个忙。怎么了？这里出了什么事？说来气人，老子最近是倒猪了没？出花撞鬼，没想到你在家里也见鬼。话说这床底下的地窖，本来好端端啥人没有。前几天老子睡觉睡到一半，忽然听到底下嗡嗡作响，掀开床一看，只见底下多人发蓝光的怪东西，那气氛就和老子在前活动遇见的怪物一样。发蓝光的玩意儿，莫非是刻板碎片？这老子可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不过为了怕里头蹦出什么东西来，老子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睡觉。如果我们对这块东西有兴趣的话，拜托你们行行好，下去帮老子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吧。没问题，我们就下去瞧瞧。那就拜托你们了。是有没有这么害怕？翡翠必杀，如意珠翠，来吧。好极了，第七块碎片果然在这里。哇，这敌人多喽。轻轻松松，或许是出于直觉吧。我想这应该是最后一块碎片。或许我们下一步该做的，就是找出将我们修复的方法。OK， 好，好，回去跟我们的呼应虫说一下。呼应前辈，地窖里的东西我们已经处理好了。你可以安心睡觉了。啊，这多谢你们了，这恩老子无以为报。这个地窖里好像放一些好东西，你们觉得有用就拿就好了。多谢火影前辈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好，真搞不懂你这小子，每次找老子我。诶，这味道是……啊，那不是我羊皮风卷吗？何时到了前辈手里？诶，小子你有所不知，我呼应虫两大过人之处，一是专门我们保卫的鼻子，有任何保护层在哪里，我就是一闻即出；二是妙手空空之际，专是皇帝老子的玉玺，也是一摸就到手擒来。老师刚闻到小子你身上一股保卫，忍不住想一窥究竟，所以就故技重施，把它借来看看。贵前辈，那是至关重要之物，请把它还给我。喏，老子只闻到保卫就心痒难熬，所以借看一下而已。小子你不用紧张，看过号码再还你。怎么？这文字还真是没见过，不过这简图，前辈，那简图怎么了？左边山壁凹二进一处有个斜坡，南方有座小山和北山并行，这个地方老子好像来过。真的，前辈，你不会记错了吧？嘿，那老子假意和一支山队同行，行到半途之时，便想摸走山队领队身上的银两，不巧那个领队机灵得很。我当场被他宰得正着，于是只好吊车逃命，当时就逃到这一带。这地方明明是荒郊野外，却有点邪门，我只待了一会就觉得头晕想吐，只好冒险被逮的危险走了出去。幸好那山队早就已走远。不然如此，前辈，那地方去到何处？这个怎么说才好。那地方位于天山北麓的最西方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处，就在两座山脉相角的窄道中。之前听山队老板说，若是在你往东南方而行，会看到一座汉朝的古烽火台。不过我可是从未去过。听前辈你形容如此清楚，这件事好像有点眉目，我等不及要去那里看看。前辈，就要请你把风卷还给我吧。哎，那风卷还给你吧。既然是藏个邪门的地方，想必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可没你小子这种乐趣。也罢，你们就去吧，我祝你们的顺利找到那个地方。多谢前辈。好，找到位置了。
哎，不是这里吗？啊，对对对。一走进这个地方，就感到一股好沉重的黑气。果然，这里是霍炎前辈所说的地方。赶快看看底洞窟在哪里吧。咦，这蓝光，这感觉是在刚才那一瞬间，我面前这壁石壁似乎消失于无形。莫非这是在暗示些什么？没错，这里的石壁摸起来不像石壁，倒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帮我阻隔在外。不会错的，秘诀中所说的石洞入口一定在这里。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进去？除非解除挡在洞外的幻象，否则是进不去的。诸幻神境。对了，我差点就忘了，那能够破幻的诸幻神境，如果把它用在这里的话，或许就能破除这遮蔽的入口的幻象。诸幻神境啊，化去这遮蔽石壁洞口的假象，将其后的真实显具无前啊。成功了，忽略了，没错，这果然有个入口，封卷上所记录的秘密一定在这里了，快进去看看吧。哇，这洞内好暗，像踏入一道黑幕中一般。这大白天里，这洞窟就像在深，也不该暗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啊！莫非这不是寻常的黑暗？能以神火烧尽秽物，驱逐无方晦暗的神器。对了，神眼金灯，就拿慧心大师送我的神眼金灯试试。神眼金灯啊，以你的破案精研，为我驱逐这无方死案，重现这洞内的本来面貌。好极了，洞内又重新光明了，过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。圣枪之窟，这是一柄异国式样的长枪，将一只怪物插在墙上。这就是风卷中所记载的圣枪，和灰之王阿玛菲特吗？好浓重的血气。假装怪物后面的巨大坑洞，应该就是长枪一击所造成的。一定，这柄长枪虽然看起来并不特别。但我想他应该是柄神兵没错。是啊，小好兄弟，真是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找到这世上最强的武器，双松松的圣枪，龙金武士之枪了。小好兄弟，我这就把它拿起来看看。等等，古大哥，我觉得那只怪物魁之王阿玛菲特好像还活着。古兄，不宜莽撞，我也觉得有些不对。不可能的，你们瞧，摄影枪就这样穿胸而过，将他牢牢钉在墙上。他怎么可能以这样的样子活到现在？再者，就算他还活着，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我寻觅多时的圣枪就在我眼前，他是我平乱复国、报答师恩的唯一指望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先把他拿到手再说。小心，那是我的气息。圣枪被拔走了，经过我力量的罪魁祸首终于被除去了。在为我沉睡了这么多年后，我终于从圣枪的错愕力量中解放出来。我 不会吧，阿玛菲特，你竟然活着！愚者，那个手无缚鸡之力，简直精疲力竭的修士，他连圣枪的一层威力都使不出来。你以为那一击就能毁灭我阿玛菲特吗？不过，我不会再犯下这种错误了。先用你们的血肉为我的重生洗礼。然后再将圣枪丢到无人能及的深渊里去，让它从永远世上湮灭掉。
没有神枪的禁忌之力，再也没有能阻止我们四之王了。阿玛菲特，你想得美！现在圣剑就在我手上，你以为你能逃得好去？愚者，被我的黑心玷污的圣枪，早已失去了力量，现在他就一把废铁无疑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马上就可以试试看。都给我死吧！阿玛菲特，可是你这你的样子是普通的小兵啊，他很强吗？哇，他怕什么？怕光？我怕吗？我不怕，怕冰。先用写真字走好了。冰跟雷。应该没有很强啊！哇、哦，九具焚灭！哇、哦，我靠腰嘞！啊，风云真的这样挂了是不是？好痛哦！我不跟小蛋打了。我把他打差不多，再复活风铃声好了。我还有点强哦。我真的有点强。不该小看他的对不起对不起大哥，对对，我错了我错了，一上场就放个九具焚灭来，不会是灰之王阿玛菲特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有点不是泰山，但也是给我要给我死。哎，他血真的蛮多了哦，这个是真的强，血魂之咒，血魂之咒会可以干嘛？命中率降低吗？其实我普攻攻击就很强啦、啊，放什么招式啊？哎呀，哇，每个人普攻攻击都破千的是这样。真打太过了，这个招会一直降血量，是不是？我还有复活的吗？应该是还有啊。还有一个没错，可是这好像很……我记得我有其他的复活的。OK， 好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再补一个金创药，我怎么觉得他要放法术了？反作禁制。被他普攻攻击打是不会到很痛啊，但他的法术就是有点强悍。
那这招可以的吧？就是你完全不能用法术。来啊，补分攻击看谁比较强啊！我跟你互干，跟你互殴，看你是你的攻击力厚还是我的攻击力厚。我们不需要想一些小花招，我们就是这样子打就对了。哎，又没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哎，他没有。先补个血。可以。再来一次。哦，这个招真好用。去死吧，阿玛菲特！哦，个子百千万四万的经验值，哇，一次学到这么多，真是不敢相信，这是那愚蠢信徒全能不同的力量，似乎和我们系出同一的力量。这回就算我阿玛菲特输了，不过要先警告你，神枪的继承者。为你那被诅咒将来而祈祷啊！从你被拔出神枪那一刻起，你就与信奉邪的宿命结下不解之缘。这一切才刚开始而已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咱们后会有期。阿玛菲特在火焰中化成一股灰烬消失的，果然是冥府起死的灰之王。虽然我们花了不少力气，但总算帮古大哥取得圣枪，这番功夫也就值得了。古大哥，恭喜你得到了圣枪，用起来还习惯吗？小兄弟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看到圣枪的时候，经不起心头一热，就忘记和我同生共死。你们的安慰，只想要把它拿到手。然而，这是上天对我自私自利的惩罚吧？阿玛菲特说的没错，好不容易拿到这柄圣枪，威力却和囚坏多年的破铜烂铁没啥两样。刚才的一战，我打到心灰意冷的地步。像这样的圣枪，我拿到又有何用？古大哥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柄古大哥和亚布斯先生称为神兵的圣枪不应该会这个样子啊。古兄，你先冷静下来。阿玛菲特说过，圣枪已被他的黑血玷污，因此失去他应有的力量，但这不代表圣枪就会永远这个样子。能够那么视之王如此忌惮的神兵，必定不是那么容易能毁损的，一定有谁知道他进化的方法。或许博之广士的亚布斯先生就是一个。是啊，古大哥，亚布斯先生之前也会这么说，或许是料到这一点，但我就把圣枪拿回去给他过目。他连古希莱姆文都认得，这件事一定难不倒他的。啊，风女侠，向武兄弟，你们说的对，既然是阿玛菲特称我圣枪的继承者，那就一定可以方法让我回复他邪恶的光芒。咱们这就走吧，赶快去见亚布斯先生。古大哥，自当如此。古大哥又有精神了。我们就离开这个令人不舒服的洞穴吧。哎呀，这不是好公子吧？瞧你们满眼喜色，莫非圣枪的事情有什么大进展呢？了不起先生，我们找到圣枪了，可是他被泰国恶魔的黑血所玷污，失去灵魂的力量。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把整件事详细告诉我吧。于是夏侯也把圣枪洞窟中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诉亚布斯。听到这话的亚布斯再次陷入了沉思。夏侯公子，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，有关太古恶魔和三神器的过往我也略知一二，不过你们大概不会有兴趣。我想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回复圣枪的力量。
泰国恶魔的血是至高邪恶的力量象征，我可以使用塔巴拉秘仪的进化仪式来清除它，不过这需要和圣家力量同源的神圣印记，也就是取得圣家时所佩戴的护符。要不是先生，你说的是西方神会？啊，是的，炼金金术的秘法将神会化为进化用的神圣真气，然后分在玻璃容器中，与七种特殊晶石共连，或许就能除去仅仅连你圣家的邪血。不过这过程十分缓慢，需要相当的时间，少则十来天，多则一两个月，因为可愿等待这时日。为了恢复圣家的力量，我们非要借助亚波斯先生的才是不可，这件事就劳烦你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圣家和神位交给我吧，既然我们还在穿搭身上，记得先脱下来哦。要，我就是说这两样东西的，这件事交给我吧，经不过日子再来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我应该会帮你们修复神枪，到那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一些圣枪的秘密。这件事就了不先生了，我们都 不多打扰，就是告辞了。哼，请慢走。太好了，圣枪修复有望，只希望能早一天看到古料哥挥舞他的雄姿。哎，那是有没有封闭入口打开了？外面是因为我转动那墙上沉重的把手，这入口封死才因此开启，赶快下去看看。这里是好一座巨大的地下建筑啊，被封闭许久许久远古的气息，真是怀念啊，好久没有闻过这个味道了。记得以前和老师四处探访遗迹的时候，经常会闻到这种气息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遗迹说不定有千年之久。可是竟然在岩层底下保留如此完整，这里究竟是？千年之前，魏卢布湖畔能有如此规模的古城，那应该只有在传说中忽然湮灭的楼兰。楼兰，这个名字我听夏侯大哥们提过好几次。原来这座就藏在古地下的古城吗？楼兰，我们终于又回到这里。像梦一般遥远的感觉，系列的一切都从这里开始，也将从这里结束吧，就像一个终会醒来的梦一般。冰妮姐姐，你这番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并不重要吧，学妹、古大哥、凤姐姐，这里到底是我们在寻找的古城罗兰，等我们四处看过就会知道了。嗯，不过这地方看起来好大，这下可有的断了。这里依然有敌人的气息，咱们不可以大意。冰凌姑娘警告没错，我有这种感觉，此地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逆缘幽气，虽然气息没有前几个地方来得重，但这里有敌人是不会错的。哈，咱们都来到这里啊，没什么好怕的啊，走吧走吧，我等我们只要看看这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了。好，那这期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话记得按下订阅按钮给铃铛，记住 IG OBR 退去。